美军两场的红馆歌唱昨晚举行头场，原定今晚举行尾场，不过因为台风关系要取消。刘美军亦都在 Facebook 交代事件。讲回昨晚的红馆 show， 刘美军就以10个造型和10个场景演出，还以歌舞贯穿全场。期间刘美军在悬挂的空中四方迎合内就唱出我真的受伤了，相当考体力，难怪观众看到拍烂手掌。你要说话吗？还因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啊，怎能声音变得那么寒冷？是你我变了，思念永远心事了。而林保怡就同刘美君合唱偷窥，两个人仲陶醉咁样揽腰共舞。我总是一直在心底，在这酒吧中，在这多夜，反着时间光线。刘美君之后接受访问时就话为演唱会搞到周身伤啊！我其实一路都好想，哇！你看不到我的脚，如果不化妆，我吓死你啊！系咩？黑色一笪等于红人咁，系咪红人啊 ？Panda 啦，熊猫，熊猫。我成脚都淤晒，我要出场，我要补完晒再着丝袜嘅。哦，系啊，冇装再着丝袜。系啊，即系我周身瘀，跟住平时啲碰碰撞撞啦，跟住嗰日又唔知手指。唉，昨日彩排嘅時候就係唔知點樣換30磅台嗰張凳嘅，張凳原來走咗位，唔知咧。咁我就一坐落去放心。其實因為我哋換衫嘅時間好短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咁我 suppose 坐住即刻哇，揈對鞋哇，即刻係有碌頭。咁跟住咧，咁個凳哇，我成成個凳喺度，但係我都唔即係你係咁嘅匆忙嘅時間咧，其實你又唔知痛。我通常都係翻到屋企咁啊，見到屁股已經又黑咗啦咁樣，因為條腰灼灼地。因為我一路其實排練呢個 show 嘅時候咧，我已經同佢哋成條人講，我話死啦，我又唔知可唔可以翻轉頭就咁企喺度唱歌咧，因為唔得啊，因為一直覺得好過癮。即係我企嗱，其實講真，我不嬲係一個唔係好中意就咁，我唔係好識得企喺度唱歌，然之後同人傾偈嗰啲，我唔係好識嗰啲咁嘅嘢。咁所以咁嘅流程就係、是。我就好啱我咯，我又唔使講嘢，翻唔到轉頭，係嘛？翻唔到轉頭啊！